Three little 老师，为什么念英文时有些字会一直出现呢？要教小朋友如何从单字认识到更多的相关单字，又不能叫学生死背硬记，往往上一堂课才验收完，下次上课又通通还给老师了。因此 Alison 老师找到了这套 Sideword Tales 盒装书。 Sideword 顾名思义，就是当你在阅读时不断重复出现的单字。这本偷吃簿的地方在有附一本给老师的 Teaching Guide， 里头有各种故事的小卡片，可以重复的列印使用，比如像是请孩子念出图卡中的重点单字，还有随堂测验，老师们可以剪下重复列印，在课堂上做验收，都非常的方便。再来，我们看看这25本的故事书，每一本都有一个独立的小故事带入要学习的单字，例如要学会 come, to, see, the 这四个很基本的单字，就会配一本故事书来说明。有坚持要划船的大象告诉我们 The boat is going to sink， 还有高高在上的 flamingo 说 I see I need to tie my shoe。 用简单重复性的句子搭配搞笑的图片，可以让小朋友很欢乐的学习哦。哈哈哈，真会画画耶。特价2100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，快动动手指上网购买吧。不喜欢没关系。你这样你就这样抓好。对。